台风不仅带来了生蚝，还带来了下面这神奇的一幕。28号，在福建莆田，一个小区楼下的石板在原地转圈圈。这边今天台风，晋江在这边很近的地方，晋江不是台风很厉害吗？这个很新奇。网友调侃说：“这难道是时空之门打开了吗？”